平时怎么减肥啊？平时就不吃饭，多运动。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，早餐要吃饱，然后午餐和晚餐可以吃少一些。那然后每天再跑步一个小时，我是会跑步一个小时的。平时怎么减肥啊？平时就不吃饭，多运动。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，早餐要吃饱，然后午餐和晚餐可以吃少一些。那然后每天再跑步一个小时，我是会跑步一个小时的。平时怎么减肥啊？平时就不吃饭，多运动。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，早餐要吃饱，然后午餐和晚餐可以吃少一些。那然后每天再跑步一个小时，我是会跑步一个小时的。